My Music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潘月云。在2019年的岁末，我发行了一张全新的台语专辑，这张专辑叫做《》，也就是反射了这张唱片许许多多的故事，许许多多的过往。这张唱片有许多的好朋友为我挎刀，董事长乐团阿吉，还有乱弹的阿翔，还有陈子红，还有游鸿明，许许多多的好朋友。如果你想跳一支舞，不妨也听听看我写的一首歌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许多的好朋友能够多多的点阅，听听看这张唱片你喜欢哪一首，给我许多的意见好吗？谢谢。